我开的，嗯，不是你就是你就永远右后，你不用优先采蘑菇里的，右后，你就永远右 Four, 后，three, two, 你不用管它是不是 one. 在蘑菇里，你就右后最后最右边那个就行。要不然你要抢别人的，因为蘑菇它每次的位置是不一样的，左两轮，右两轮，有可能有时候有，有可能是有时候刚好没有。比如说像现在这么刷的话。那你这轮右后可能大概率就有，哎，又把我抢了。躲，驱散。这四单撞了，但是三个都驱了，驱死了，也不是仨都驱了，有人没救出来，人群身后那人没救，莎娜还是谁啊？莎娜还是米泽没救出来。直接炸死了，续层了。你，蘑那菇些里龙猫，你得看没看见捡那个它，可蘑以菇走右出边去。还有一个？你每次老抢我的，懂吗？你看没看？我已经站那儿了，我右边还一个。然后你把我这踩了，然后右边那不知道谁捡了，反正还好有人捡了吧。最右，最右。就 boss 他头固定死了之后，你就直接站好你最右的那个位置就行了。一共，就是那个羽毛伤蘑菇里面的话，你们开个加速进去捡它出来就行了，不用担心这它个炸你蘑们。菇它是蘑菇有固规定律两秒的，之你后，们固发定现两没？秒之后炸的，蘑菇对是呀，没是有有规规律律的，的呀，没什么左一次右你一次啊。它行。出羽毛的时候，你让它就是最先出的那个蘑菇。会炸了之后，你让它羽毛出在那边就没错。你就找最先出的那个蘑菇的对面那个位置的那个 T，那时候朝下 boss，让羽毛出在那边，就不会出现在蘑菇上面这个问题。没事，他先从 Four, 蘑菇里面捡羽毛，three, 再出来就行了。two, 他 one。进蘑就菇区是了。让它的背面永远没有蘑菇，说白了就是，因为它你看，像现在它蘑菇刷完之后一左一右嘛，你看它第一轮出的蘑菇的规律。OK，那他现在，对，你现在就把头背屁股后边面冲好，接，哎，我们哎呦接一下，脚下有一个，拿一下飞，OK，躲，掉一个，先去大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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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别去了，不能去了，不能去了，大饼刷入血，大饼唐红。大饼是谁？还大饼是迷泽。来，现在去大饼，去大饼。OK，抓起来。我操，这第二轮，第二这轮第怎么二了？轮也，这是第二轮接蘑菇，还没变鸟是吧？现在才变鸟。第二轮等于说是先捆，然后再变鸟，先捆再蘑菇再变鸟。我操！太搞了，这 boss 太搞了，我只能这么讲，这个 boss 太搞了，这个 boss 太搞了，打肯定能打，但是不太好打，哇，打我肯定操！能打，只是不太好打。至少比上次好一点，他不捆 T 了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换 你要想他先残再下一扁。步，关键下一步又是一个特别难受的循环了，倒数。然后你还 Four, 还，然后蘑菇还不 three, 得漏，two, 然后 one. 被点名的就是要救出来之后，还第一时间被点名要出人群去驱散去，然后驱散的时候还要躲火柱，等于说驱散的时候就要拉到二号位了，我操，太搞了。来，准备踩。我没拿到，谁拿到飞一下。对，飞的能直接给顶，把回速交了。好，OK，被点出去，去大饼，先去大饼，去大饼一区，躲区各凭本事。，OK，躲好。
刷我的血，三二一，来驱我，驱灵行。OK， 我死了。他这个这次救人还救挺快的，你别说，我操，有一说一。他这可能重合战吗？重合战会死，会死啊，感觉可以重合战。我看他好像跟那两三个人叠在一起，没怎么着。对，两重合吧，尽量两两重合战，站到身后好吧，两两重合方便救一下，别太散，就两两重合，反正第一轮有光环翅膀，人家集结嘛。嗯，